近几年强调和观众互动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受到瞩目，除了互动电影之外，互动电影游戏也不在少数。代表作之一《底特律变人》的 PC 销售量更是突破了500万套，可见这类型的游戏已经不再是小众。今天要介绍的这款《杀戮流》也是这种玩法哦，你会不会刚好也喜欢呢？《杀戮流》是一款现今流行的写实电影风格冒险游戏，玩家扮演的主角在派对上喝下性感女郎下了迷药的饮品，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不熟悉的工厂，并惊觉自己落入杀人魔手中。玩家能透过选择正确指令逃出升天吗？游戏采取第一人称视角进行，让玩家更能深刻体会紧迫敌人的杀戮追逐感。剧情进行中会出现各种选项让玩家抉择，选择不同的对应方式将会左右故事的发展与结局。面对死亡还是奋力求生，全由你决定。这种互动电影游戏如果能透过 VR 游玩，或是将来可以发展成像是电影一级玩家那样的游玩形式，绝对能够大大满足玩家，就让我们期待那天的到来吧。Killing Stream